龙背乡游民国小伫今年度以创作思考上教育转型成为上小学，校方希望为囡仔创作快乐趣味的学习品质，特别邀请学思达教育基金会甲学校进行教学指导，希望提升教师专业课程设计以及教学能力，让囡仔伫课程当中积极探索并且快乐学习。实验教育和一般的传统教育无共款。比起课本上的知识，更加强调学生自主学习，鼓励学生进行多元的课程，培养学生思考能力。你今年仑背乡阳明国小嘛，成为理论仑背西里这个大西里地区第一间的实验小学，希望以创作思考实验教育，让每一个小朋友有更加好的学习品质。我们阳明国小就是在今年称为创造力教育的这样一个实验小学。那未来也很希望说，我们的创造力教育跟学思达能够密切的结合，那能够对孩子从事学习、探索、思考、表达跟这个创造力的行动呢，能够有所注意，并且协助我们老师做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学习成长。为了来提醒老师对于创作思考实验教育的课程安排，阳明国小即间嘛邀请学思达教育基金会来到学校，希望就由创作力教育和学思达教学的结合，提升老师专业课程的设计和教学能力，实现让小朋友快乐学习、自主思考并勇敢表达。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感谢一下让我们看到了偏乡教育的另外一种可能。那我觉得未来我们想要持续的来这里耕耘。那我们知道学思达教学法的自学思考与表达是提升孩子未来迎向世界挑战的三大重要能力，那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走得更远，走得更好。那学思达也能够提供我们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师资的训练，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的老师能够透过学思达的这样一个教学的这样一个模式，不只提升我们老师的专业，然后也能够站在学思达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模式还有他们的教材的基础上面，让我们的创造力教育能够走得更丰富、更多元啊、更专业。希望所有学生在不同款的教学方式下，都能来发挥自己的能力，为未来打下好的基础。记者谢宜兴采访报道。